個安排，我係非常之感謝佢哋嘅支持，因為接種疫苗至關重要。我哋香港能唔能夠盡快走出疫情，接種疫苗係一個重中之重、關鍵嘅一個嘅安排。希望各界市民、企業都能夠支持接種疫苗，從而令到香港整體盡快可以走出疫情。我亦都知道咧，有好多嘅朋友咧喺進行抽獎活動嗰時候，可能會係需要我哋政府嘅協助。譬如話，我哋創新及科技局會協助佢哋咧進行嗰個接種疫苗依個記錄嘅一個嘅確認嘅。咁我哋亦都會樂意同各界咧攜手合作，令到所有嘅抽獎安排咧能夠係有序嘅安排。